这纹上啊，他妈就是老卓啊，那纹到老。王婆，妹妹，这小伙子还记得住哈？妈，今天我的部门呢？谈生意呀，我两个。嗯，我老头老大做啥生意嘛？你那个智商一发做啥生意嘛？你的老本行啊，当红叶啊？哦，完嘞！哎呦，我王婆婆给你当红叶哦，硬是哦，说一个黄一个，那差那个哈王婆婆没发现。哎呀，来呀，公务是拿钱。这个哈。哦。嗯。脸又发了吗？我还是要说一下。哎呀，有了，红笼子烤热了，晚上慢慢吃，听到没？是不是啊？明天呐。嗯，先天条件呐、嗯，头发少。嗯，王婆啊，有困难呐，帮个忙嘛。嗯，你这个业务还是没法接。哎呀，这个还有，还有啥？哦，还有，这个业务绝对能接了嘛。哎呀，你莫说啊，一挑，是玩得滚皮筋儿有缘儿了。我手上有一个就好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就把他的那个屋的基本条件给我说哈子嘛。基本条件呐、啊，嗯，嗯，他屋头还可以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就看你现在想找个穷的富的了。我还是想找个家庭条件呢、啊，好点的嘛。像我的家庭条件就那个样子啊。就那个呢，刚好，那屋头有啥子一拖二咯？一拖二是啥子嘛？我就是车嘛，两个拖子，是不是啊？那那可以啊。嗯，年龄有没要求吗？年龄呢，跟我差不多就对的嘛。你好多岁了嘛？我差一岁，就40岁了啊。哦、嗯，反正这么算上了，那比你小哦，那才28岁啊。妈呀，嗯，那么小哈、啊？那要得啊，王婆，这个事你就费个心喽。费啥心嘛？你把那个。红叶先准备起啊，跟我带你到屋里去看。要得，妈，爸，你放心，先带着点嘛。带的有啊，走，走走走，完了。王婆，慢着了哈。你给我拿着包的肚拿着，你先慢点，慢点。慢点啊。嗯，小腿走。别啦，你啦，太搬了，来卡了。带了。嗯。妈呀，这个天道只怕要下雨哦！王婆，今天你把你老人家劳累的哈。这有什么玩呢？这是我的工作啊。妈呀，你这两个妞子啊，长得才怪呀、啊！那是啊，像 BB 的画的样啊。都那么长，你就把他们哪个给我介绍嘛？嗯，不发烧啦？我发啥烧嘛？你没感冒？哪个说胡话呀？我啷个说胡话了嘛？嗯，这是那柚子啊？啊，柚子啊？啊，把你妈妈喊出来。啊、哦，要得。妈呀，淑花，完了，快走走走走走，嗯，走。王婆，嗯，才把你道谢大哟。我呢，是个本职工作。幺女啊？喊人了没？妈，我喊了的。嗯，完了喊了的啊。有自私的娃的，就是有长忙啊。嗯。哎呀，我咋，那么喜欢呐、啊？王婆啊，我这是呕吐之前的前兆啊，要流点汗口水子。妈呀，这种这种。淡定，注意素质。嗯。素质。下去了。我去。哦。下去了。有素质的人，我们都是晓得吧？来嘛，打个眼，打个眼啊！我给你们介绍下，嗯，这是妹妹，妹儿这是淑花，嗯，来嘛，你们挨到一起坐，相互了解下子，嗯。妹妹，你也好大了？我今年还年轻呢，才56啊！啊？王婆，你说这28的嘛？哪个说的我妈28？我都20几岁了。嗯、你得把我骗惨了啊！哪来骗你嘛，妹娃儿？我说的是两个28呀。你看嘛，28加28，是不是56嘛？
一天七十了，晓得吧，妹娃？是不是啊？是吗？这我跟你说，两个婆娘，你屋那个一拖二的车在哪？一拖二的车？我们屋的摩托车，我有个摩托车。王婆，这是啥意思啊？我说的是啊，他有个寡母子啊，拖两个娃啦，在那读书啊，是的，一拖二。我来给你来养娃啦，不得干。妈呀，你又捡起手了啊？哪个又捡起手了嘛？你来当县城爹啊？晓得吧？不打工不打料，天天烧还不用睡觉，那。妈呀，这个那么老了，有法哈、啊？完了，那俗话说得好，家有一老，如何一包的嘛。王婆，嗯，我你比他还老些，我们过算了。背死我命了！你是不是说的真的？等着。啊。